手提青龙偃月刀，一手捋美髯飘须，伟岸挺拔的关帝圣像屹立于条山之巅。它是世界最高最大的关帝圣像，坐落于山西省运城市西南的长平村。塑像高80米，铜体高61米，意喻着关公在世61岁。基座高19米，意喻着关公19岁成家立业。他身披战甲，神态庄严。从2007年1月开始铸造，共用铜料500余吨，钢材2000余吨，甚是伟岸壮观。这座关帝圣像，景区总投资约2亿元。这里山清水秀，到处充满了奇山异石，是一个休闲游玩的好去处。